在这里，我选择比较热门的游戏进行测试。第一款游戏是《和平精英》，选择 HDR 高清加极限帧率模式，看锯齿和阴影都打开，经典海岛地图。通过实际测试可以发现，摩托罗拉 HX30 它的平均帧率能够达到 59.9 帧。第二款游戏是《王者荣耀》，考虑到 FPS 游戏中帧率对于游戏玩家实际体验可能会影响更大一些，所以我选择了流畅加60赫兹。在这里可以看得到，摩托罗拉 HX30 它整体的帧率稳定性表现得相当出色，几乎是没有出现锁帧的情况。看来它在 CPU 和 GPU 方面提升比较明显，加上温控比较到位，全程下来表现都是挺稳定的。在游戏方面的话，新一代骁龙8 5G 移动 X 平台还是非常给力的，这一点的话在摩托罗拉 HX30 上已经表现出来了。其中摩托罗拉 HX30 后置5000万像素广角主摄，拥有 1.55 英寸超感光大底 1.88 的大光圈，支持光学防抖 2.15 米超像素直出，全像素极速对焦。5000万像素超广角微距主摄则是 1.3U 米大像素 ,117 度超广角，还有 2.2 的光圈 ,2.5 厘米的对焦距离。如此高规格的相机，它的实际成像如何？我们通过实际样张来感受一下。